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哈，根号25等于多少？那根号25哈是225的正平方根啊，那我们晓得225等于多少呢？225这个是等于那个15的平方嘛，所以你15的平方哈，它的呢平方根，事实上正的平方根事实上就是等于15了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等于15了。